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马手套股的 net short position。首先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 ，top cloth 继续的被碰炸，仓位已经来到 1.87%， 比昨天呢更高了。但是其他的呢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哈达还是少过 0.1， cross 上次下午的增加 0.01%。Supermax 呢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动，空军呢继续碰炸 ，Topcloth， 但是呢对其他的三个手套股呢却没有什么大的动作。如果你要交易的话呢，真的是要非常小心，要选对的手套股。这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